就好让你工作更加顺畅，尤其大型试算表，这个观念一定要有。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怎么高干，函数再怎么厉害，也是没有办法很快的把一件事情做完成。好了之后的话，接下来的话，函数部分那函数我们刚刚的这个公式做完之后，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再把它复制一下，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复制另外一个。那我们把这地方建立副本，在后面移到最后面好了。这里的话把它改一下，这个我先把它删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讲用那个函数的部分来做。那函数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在那个我们函数里面有一个叫 FV future value 就是我们未来的价值的一个函数。那这个函数要怎么做？首先的话，基本上如果你即使没用过也没关系。 把这些范围删掉，其实快速删除，你可以看Ctrl+Shift向右向下，像刚刚这边我把它快速删除，其实非常简单嘛，你游标放在它的起点，Ctrl+Shift是方向，Shift是选取，如果你Ctrl+向右的话，Ctrl+向右它是到尽头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再加一个什么，加一个 Shift 就是选取。 对不对？选取把向右的范围选取，再向下的范围选取，那这个范围就整个选取，你再按 Delete 键，就整个删除掉了。那你移到上面的话，再 Ctrl 向上，这样就回到原点这边。那如果说我接下来刚刚是九九乘法表部分接下来我们也思考一下，在那个各位也可以先练习一下，在这边把公式复制过来之后的话，改成函数，那这边有个插入函数，全部里面有个叫 FV。 我想这部分各位也可以先练习看看FV，那这个函数假设你完全没使用过也不用没有关系，为什么呢？我前面讲过嘛，它后面都有参数，有没有？总共会需要几个参数呢？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那这些呢也有跟你说明，另外如果你不清楚也没关系，函数说明你把它按下去，它里面也跟你讲说怎么使用，也就是说呢你只要看得懂它相关说明、相关参数的话。 其实无论哪一个函数都会用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你们要学的应该如果函数文应该是学如何使用函数，而不是如何去背怎么样使用函数了。因为反正这么多函数，你可以见招拆招。那这部分的话呢，请各位先试试看，如果不用公式，用 FV 怎么把这个部分做出来？等一下我们再说明。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